新春佳节，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足球盛事，一起为香港打气。2018-19年贺岁杯，后场有香港女子队对尼泊尔武警部队，紧接就有香港对港联。年初四 ，Now Sports 3 Now Sports Prime 现场直播。